我说这个地方像天堂，你看看就知道。像吗？这么美的地方，可以说像天堂了。你看，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部落。就住在像天堂的地方。这个是景东往中国的边界小勐拉的地方，太阳刚出来，是照亮了天上的云彩。再看看这个部落，也是退休的好地方。